跳楼搁哪呢？啊、哦，到了。喂，您好，品味幸福生活，感受甜蜜人生，口口香甜，给您初恋般的感觉呀！哎哎哎，别挂别挂别挂，我不是婚介所的，啊，我是给您送蛋糕的。哎哎哎，对，我到您家楼下了，请问您是住1808房间吗？好的，蛋糕马上就到。哎呀，啊。大宝小宝啊，累不？等妈一会儿啊，送完这一单咱就回家。你好，大姐，请问一下九号楼怎么走啊？九号楼在那头。哪头啊？哎呀，你过来，就是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，左拐，看着穿那个红衣服的大姐没？就那儿，那栋楼就是。电梯上行，请注意安全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哎，到了啊，不是，大姐，不对啊，我这是六号楼，六号楼怎么走啊？这就六号楼。哦，嗨。我是送外卖的，啊，我第一天上班，啊，也不知道今天应该给我的顾客一个怎样的微笑呢。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好评，往哪抡呢？对不起啊，大姐啊，没事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大姐，你过生日啊？哎呀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给你唱个生日歌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、啊、我送蛋糕的，祝你送礼快乐。哎呀，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啊。你要没事摁个电梯吧。啊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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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啊！你咋不跑了呢？不是咱俩认识吗？刚才太原街，你胳膊给我抡草丛里了，你瞅这脸花子，我可算逮着你了，我这站住！都是大老爷们儿，别以为我怕你啊！我是怕伤着大姐，大姐，你往中间站着。抡我的时候还说呢，用我的真心换取你的好评。那就他。不可能，大哥，这事肯定赖你啊。你抡我还赖我呀？不是，我当时我右转，我打手势。你打手势往人脸上打？那是因为你脸大。我脸大，我有大长脸脸大呀！大长脸是脸大，不能是脸长。脸长那得是白龙马。白龙马，停停停停！我喜欢看你。大姐啊，你是哈雷彗星吗？你是扫把星呗？不是，你怎么说停就停了？那我说灯灭灯灯灭呀！灭了。哎呀，怎么停了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也不是信号舞啊！为什么？别吵吵，冷静。那有紧急电话求救的，你靠边儿。啊，这儿呢。咋没人接呀？别急，马上就来人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俩困在电梯里了，这电梯也差点没封。别喊，听我说，我们被困电梯里头了。好，那个这样，你们保持冷静啊，我们马上组织救援。那你们快点啊，我们这里可是五条人命呢。五条人命。条人命，我一条命，我也一条人命，我三条命。别惊动
大哥，今天不是7月15吧？不能，我都穿棉裤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有人吗？没人。这是卡哪儿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18层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啊？我是想下去啊。那你倒是下去啊。那我下去你俩不也下去了吗？姐，你就把我俩留这儿吧。对呀、啊、你这3条命的就放了我们俩这1条命的吧。哎呀，我说我怀孕了，双胞胎，加我，这不3条命吗？你照着点啊！哎呀，我说大哥，你这5大3粗的，你胆儿也太小了。兄弟，你干啥呢？我怕你害怕。灯亮了，我不怕。你歇会儿呗。我不累。我累。我去看看电梯啊。哎，你别在那乱鼓捣，你再给整坏了。不是乱鼓捣，来电了，我看看能开门吗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净添乱。老实在这待会儿吧，等待救援。不是，我和你俩在一块儿，我真倒霉。啥？你说啥？倒霉？谁倒霉啊？你要不抡我那一下，我都下班回家了，知道吗？我抡你的时候，你要缩一下脖子，你不就过去了吗？不是，你这人咋这样呢？我跟你说，都怪你。要不是你问我哪栋楼，我是不是坐第一趟电梯我就上去了？你还怪我呢？你要告诉我这是7号楼的话，我就不上来了。我就为啥要告诉你这是7号楼啊？这是6号楼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人吧，你为啥？大妹子，别哭啊，大妹子，没事儿，哥在这儿啊，大妹子，你听哥说，咱慢点，慢点，往后靠。我不敢动啊。往后靠，慢点，双腿往下蹲，哎，这样啊，下坠的时候减轻压力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怀孕了，我蹲不下去。来，大姐，你坐在我这上面，来，坐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哎，别着急，把这个垫上，软和点。谢谢啊，阿宝小宝，你俩别害怕啊，有妈在呢，别怕，妈给你俩唱首歌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风。妹子。这个孩子应该睡了，就别把他们叫醒了啊！大姐，你别害怕，我来。不是，大哥。啊！不用给伴舞。没事儿，大哥，你都出汗了，喝口水吧。我一点儿都不渴。哦。大兄弟，那个，就在电梯里吹口哨，不怎么安全。就哦，别吹了，别吹。大姐，你别害怕，如果真有危险啊，你就坐到我身上，有点缓冲，保护好孩子。哎妈呀，老弟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姐不该埋怨你，对不住啊。大姐，我也是第一天上班，我有点兴奋。大哥，你那个事我也挺不好意思的，你看把你脸都给弄破了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快递都没事吧？快递能有事吗？咱是干啥的？咱的任务就是把快递安全的送到客户手中。脸破了咋了？脸流血咋了？干咱这行咱也得有精神。对，我是什么精神？你是不要脸的精神。大
哥，那啥，你看我这出门也没带一个创可贴。对，大哥，一看你就有经验，有空你得多教教我啊。哎，这教啥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练那口号都没用。咱们服务行业，你得为客户着想，对不对？每次呢，我去送快递，都顺手啊，把人家里垃圾拿出去扔了。哦，那客户肯定给你五星好评啊。五星好评算啥？都给我送个锦旗。真的假的？前天的事儿嘛，我去给人送快递，顺便帮人扔垃圾，扔了7个小时。给哪送的？垃圾分类站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可太逗了！你还真笑啊？当笑话听呢？不，我不是说你，你今天那一下，你幸亏抡我了。你要抡道路人呢？啊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你不能这样，为了赶点时间就闯红灯、并道、超车、逆行，这不能这样。咱们这行是给人带来方便，咱不能给这个城市添堵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这电梯什么时候能好啊？马上就好了。大姐，你这嘴可真灵啊。大妹子，我得批评你两句了。啊，你咋不早说呢？哎，好了。喂，有人。哎，那个电梯好了吧？好了。哎呦，你们人都没事吧？我们都没事。没事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对不起啊，由于我们这个工作的失误，哎，给你们添这么大麻烦。哎，你看，一会儿咱们到这个医院呢，就检查检查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不用，没事，真没事。这机器呀，难免的是吧？没事。那谢谢了啊。没事。18层到了。哎呀。开了，妹子，你先走，慢点。来，你先走。哎，刘哥出来，有惊无险，赶快吧，顾客都等着急了。对，快去。哎，您好，您的蛋糕到了。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。您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对不起啊，刚才电梯故障，耽误您时间了。谢谢理解。宝宝，咱回家。大妹子送完了。送完了。哎，你这看我脸破了，非给我了。大妹子，咱一块儿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以后你要再送蛋糕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，这一片我管。好，到了吃蛋糕啊，大哥。你的五星好评。哎呀，行啊。这啥呀？垃圾。你往下放。18层到了。走楼梯。